概1918年之间的事。1914，这是在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Assassination of Prince Franz Ferdinand of the Austro-Hungarian Empire, the German Empire declares war on Russia. Because of established alliances, France is preparing for conflict. A few hours 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general mobilization, German civilians living in France are asked to leave the country. Carl is one of them.哦，他好可爱，他的皮肤好像大理石哦。1914年8月1号，法国。哦，完了，又被抓走了。嘿，我没有这方面的癖好，不要这样子摸我。这有点像是之前阿神跟各位 Bob 们说过的那一首诗，就是啊 Don't be sad my sweetheart。 几天之后，等一下，不是挂掉了吧？还是这是征召信啊？看样子应该是征召信的样子。Hey, a few days after Carl was deported, the war was hungry for more and took away a meal as well. 所以家族的另外一个人 Neil was called up to fight and left the farm for Samuel. Like so many others, he had no idea what fate had in store for him. 我可以控制了吗？我可以控制了耶。好啦好啦，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是以法国的角度来看是吗？啊，我换完衣服了耶。哈，看一下 tape。以宣战哦，这款游戏啊，是一个以真实的历史背景。以真实的历史背景作为 basic 的故事，那里面运用了很多很多的历史故事，我就稍微看过去，让 Bob 们补充一下自己的那叫做什么历史的程度是吗？阿神的历史很烂，但是也许玩过去之后，我们的历史都会变得不错哦。1914年6月28日，那这个人一个皇，那个叫什么皇厨是不是皇主皇厨之类的，在萨拉热窝遭刺身亡，哈哈，所以这就是他们开战的契机是吗？开战的那个叫做引爆点，巴拉巴拉，只是之间的军营哎，好多人哦，我有没有感觉这一群人不知道坐过去之后会有多少人回来，可能一个，可能两个，可能没有半个。八月的时候大撤退，right。好多好多好壮的胸肌男哦。哦，我们就换完装备了。这个故事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你？我该怎么？哦 ，space。巴巴拉巴巴巴巴拉巴巴，哦，改标题是吗？嗨，我改一下标题。巴巴拉巴巴巴巴拉巴巴巴巴拉巴巴巴。标题，我这边开始改的。Whatever， 总而言之，我在玩这款游戏，也许看起来像麦块。我还以为他要给我那把枪欸。这首歌好耳熟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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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恰，也太烂了吧！哈恰，卡蹦！怎么感觉我们快上战场了？等等，我还没有准备好！哈恰，哈恰，哈恰！再一次，瞄准，发射！砰！这款游戏还蛮可爱的，害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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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就可以上战场了吗？不是吧？嗨，我还没准备好，我还没准备好啊！原来升旗也是我的工作吗？我好忙啊！升旗。哦，好有气势的感觉哦！哒哒，这是法国的角度，是不是 ？My dear Marie, we are on our way to Paris. The atmosphere here is strangely cheerful. I hope that the harvest goes well. Rely on our neighbors for help. They've always been gracious and charitable people. I'll write again as soon as I get my assignment. 这种感觉有点像是知道自己大难临头了，然后一群人聚在一起，然后感觉起来大家很欢乐，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么一点忐忑不安的感觉。Emil would meet the man he would soon fight alongside, the man who would come to be his truest friend. 所以我要打败他是吗？我要这个家伙当我最棒的朋友。哎，让我过去嘛！把鸡！喜欢想办法再把另外一边弄开是吗？再一次，不行了吗？哦，被挡住了。我们去另外一边看一下好了。Hello，Hello， 不能过去那里。也许我递瓶酒，他们就会离开了。哦、这边有一瓶酒哎。可以拿吗？我也要喝。什么东西啊？可以换酒哎、欸！啊，给你喝啦！你要喝酒吗？不要喝吗？他、啊、为什么又有另外一瓶？你从哪里冒出来的 ？Hello，Hello。那啊，什么东西啊？这样子就可以过去了吗？可是我想要他当我的好朋友、哦、我拿到了什么、啊、看一下日记 ESC 解锁新的日记是吗？来自法国士兵的信，亲爱的父母，我已经准备好被派往前线了。听说这款游戏里面的信啊，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是真正的信，然后是有考察过的一些信件的东西，所以里面可能爸爸们看到的内容都有可能应该是真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了。亲爱的父母，我已经被准备好派上前线了。我们把阿尔萨斯和洛林从德国人手中夺回来，所以他把两个人给抢回来了。不要担心我，我会在万圣节之前回家的。亲爱的父母，马塞尔。啊、哼，很小气啊！演奏乐器，演奏。咚滋咚，咚滋滋咚滋，咚滋滋咚，咚滋滋咚，嘿，咚滋滋咚。啊，过不去了。上面那个是什么？我看见上面亮亮的。鲍本有看到吗？啊，让我上去没？也许他想喝杯酒。这里的人大家都很想喝酒，我帮你递杯酒啊。刚地上好像这边还有一瓶，那给你，可以丢出去哎、欸，丢。我们可以攻击他们吗？试试看，像这样子，一雄，不行，一雄，我们把这个酒杯带过去好了。一雄，跑过去，火车上面可以看得到一些人呢、欸。你不想喝酒吗？哦，他喜欢音乐。我要怎么让音乐 keep going on？ 咚滋滋咚，咚滋滋咚。
哦，他喜欢某个人的音乐是吗？哦哦，要配到，嘿，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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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欢乐的感觉哦！捡到了一支钢笔，当叮，咚咚咚咚咚，叮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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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咚，这个是打字啊哈！我可以跟那个胸肌猛男做朋友了。我一直以来都想要用一个胸肌猛男当朋友。啊哈！你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从美国来的。他出发了吗？August 21st, 1914, Emil's regiment was sent to fight against the 71st German Division led by Baron von Dorf. The general cheer of the first hours dissipated into the fear of first combat. 所以是第一场战争了吗？就跟刚刚 Bob 们在评论里面说到的，这款游戏是一款非常非常有深度的游戏。对，如果 Bob 们很喜欢这款游戏的话，可以到 Steam 上面去购买到这款游戏。冲啊！我不能跑步吗？他的脚步好稳哦，果然是士兵，我走太快了。哦，继续往前走。哇，这怎么输？等一下，对面打机关枪。等等呢、啊，会死掉的。等等，哦，呀，哦，长官，我拿的这个没有攻击性，长官，长官救命啊！哦，啊，啊 ，no。嗯。等等，我后面的人嘞？都。我甚至还没有把你的名字记起来耶。Miss Marie Chaillon, Private Emile Chaillon from the 150th Infantry Regiment was wounded by enemy fire on August 21st. He has been captured by the enemy. Hopefully, you shall receive news from him soon.